我们到了这个朋友的大棚里边，看一下哪一些品种是我们没有的，然后呢我从他这边拿一点货。群里好多的朋友说我们的货重复的太多，我基本上都买了，然后我们准备进一批不重复的货。好，玉爪群，三文鱼，看一下，这是三文鱼，这个感觉挺漂亮的，应该是还没有出状态，看一下。这是多头的桃蛋，也出了状态。全油石莲，粉嘟嘟的，真漂亮啊！看，非常的漂亮。这是鸡娃娃，屁屁的一个大棚，非常的大。然后呢，由于视频的时间关系，我就分开给大家拍吧，先拍一部分，然后再继续的给大家看我们的屁屁专区。看一下这小状态还真不错啊，看一眼望不到边呢，还有这边，看这是一个大螃蟹，拼的一个大螃蟹，这种的还不错哟。那小屁屁，这小屁屁非常的卡哇伊，也是一眼望不到边儿啊。